大家好，我是医科医学会秘书长彭顺志医生，开学防疫目标松，请家长主动关心新年的身体状况，当日量体温，还讲有发烧，也是身体无松松，请积极陪医生看，还个退步卡血困，唔好气候高伤口，每请大家配合，当日天时清洁，手托教室也要直接用的空间，设备器材唔好共家用，还讲要轮流使用之前，要先清洁手托，伤口时节要全程挂嘴下面，固定的粘稠，固定的味液，使用冷气的时节，对角的窗门要打开来，保持通风。吃饭的时间，要由固定的人员听说本菜，一三二一分，还可使用隔屏，唔好同人抢座，唔好讲话。坐交通车，请坐固定的位置。学校防疫唔好放松，安心学习有保障，不能抢下大病，舒服生人的健康。